你俩是两个女的还是一个女的？我俩仨女的呀。结婚了吗？都结没结婚？我俩结了。都结了？结了。行，那玩吧，我闭麦了。你怎么还嫌弃我俩了呢？听你说话声音，这个感觉你应该挺虎啊。我看看，我看看你虎不虎？来，你像我这样的，跟我一起做啊。现在咋这么虎呢？动物园里那假虎，你是真虎。听你说话就瞅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哎呀，因为我从小吧长得丑，别的小孩都拿我当怪兽。哎呦我天，笑死我了。虽然我今天过生日没有吃到生日蛋糕，但是你俩就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。生日快乐，开胃快乐。咋的了？这是咋的呢？今天我在那个蛋糕店相中一个蛋糕，我都没吃，没舍得买。哎，你太惨了吧！你说要是谁能给我买个蛋糕，我今天真老开心了哈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你为啥让别人给你买呢？你要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不要老把期望放在别人的身上，这样是不靠谱的，你会失望的。是，我现在就有点挺失望，对吧？嗯，那就对了。我就是今天嘛，我碰到两个人感觉挺开心的，后来之后我寻思他俩能给我买，但是后来他俩好像不太想买。那你这么整的话，哎，你俩啥时候过生日啊？等你俩过生日，到时候我给你俩一人买个蛋糕啊、哦、谢谢你。嗯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、哦、对，我一会儿加上微信，你俩啥时候过生日，我给你俩一人买。行，那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照片给我发点，行吗？不行。为啥？不行，整不了。哎呦我的妈。我给你发十张，行，但是最好发一些你穿皮裤的，你不最愿意穿皮裤吗？我没穿过皮裤啊，我穿过，你们不是，我穿过短裤啊。你咋没穿皮裤呢？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哈尔滨那个批发商城都见过你。我没去过批发商城。咋没有呢？就是你，我都瞅着你了，当当一放屁，那皮裤都拱起，拱大包了都。啊！哎，你这和发一张其实没啥太大区别。该说不说，长得确实是可以，长得确实可以。这大嘴唇子，兄弟们，我就喜欢这嘴唇大的女孩，头发稍微再留长一点就纯玉。长头发我也有，哎，长头发我再瞅瞅，这算不算长头发？哎呦我操，你好像没给你嫁给我长过去。啊，行，对，纯浪费我时间，冤种。